那我们来看下条新闻，说到外星人都敏俊呢，不仅让金秀贤红了，哎，让一只小猫一夜之间就红遍网络。是的，马姐所说的这只小猫呢，它就是陈乔恩摄影师的猫，倒不是因为这只猫它跟都敏俊一样有这个超能力，对，而是因为它的名字叫都敏俊。哇，都敏俊，金秀贤知道这事儿吗？那要这样说的话，我们随便都取一只什么给小猫小狗叫什么金秀贤呀、啊，什么全智贤，我这样会被骂吗？一定会被骂死。去看。看一下都敏俊吧。这只和陈乔恩表情神同步的猫，名字叫做都敏俊。瞧瞧他那帅气的长相，也算是对得起猫界都敏俊这个名字了。不过都敏俊这个名字因为实在太火，也不是随便就能叫的，否则就很容易惹出尴尬的事儿来。有一天晚上，都敏俊不小心跑出去了，摄影师急得三更半夜在整座公寓上下楼梯大喊：“都敏俊，你在哪儿？快回家哦！”